零幺三，哪个拿到零幺三的？松鹤长青代表松鹤，松鹤长青，两个鸟表示他跟王建强，王建强先生比翼双飞。哎，还有王建强先生，对，他们来表演，这是王建强先生。比翼谁抽到0103是吧？零幺三哦，朱会长，我很幸运，检查一下，对，我很老乡，开心，哎呀，他画的呀，大象，谁画的？松鹤长青，松鹤长青，好了，这是我们老协的黑马。谁都不知道他是画家，知道吧？画家，作家。好的好的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过奖了。抽一张。还是蛮耐于穿出。下去了，最后一张啊！恭喜！最后一张老廖画的，得奖的人。九七零。最后一张画。多少号再讲一下？970是谁？970。一盏笑什么笑笑？你读啊。哦。哎呦，又是比我画的好的。啊。还有张大华大师的，对哦，这个厉害哟，这个厉害哦，特奖，可是我大华大师的，可是我都没带来，我那个奖票没带来，原来拿钱没有给我奖，打开，打倒了。今天张大师他很有心，献给我们温习两幅。哎呦，好漂亮哦，满瑞气满堂，瑞气两堂，这是分两次吧哈，瑞气满堂。现在这一个得奖的人，这一张得奖的人，你拿的，你九五九，看谁的说运气好喽，哦，秀慧来了，哇，九五九，这是国家一级书法家的作品，哎呀，你太 lucky 了。张亮华先生，先让你照相。好，照相。我们这些画跟书法，你别小看它，哪些拍卖你少则几百块，多则几千几万块。像这里大师的自己是国家一级，联合国和平大使。啊。他的作品是很不简单啊，有趣。